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10名，710名，第六行看起。第六行，从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是弥陀经上的经文。末法众生，勤执深重，于此最极圆顿，一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心急，凡生一棒。这一段文告诉我们，现实环境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是没有缘分，缘分特别殊胜啊！遇到这个佛法，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这是缘分。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我们都非常殊胜，都遇到了。这个是稀有难得的因缘。的确不是一般众生容易遇到的。千万劫来，生生世世，多少菩萨想遇到这个机缘，遇不到啊。啊，那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了会空过了，原因在哪里呢？不相信，半信半疑，这条路是我们自己亲自走过来的，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啊，我给同学做过很多次报告，我对于净宗有信心，是学佛20年以后啊，学佛前面20年没有信心了。最初排斥、误会了，认为这是老太婆教，这是世尊教导那些迂腐啊，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啊，佛用这个法门去安慰他们，是这样的态度来看净土法门啊。以后亲近参云法师，灿云法师，我在他山上住了半年。他叫我读弥陀三经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
优希大师的袁仲朝还叫我把他们的科判化成表节。我把科判做出来之后感到非常惊讶。科判是什么呢？是全经经文的章法结构啊，那么样的完美，才体会到中国人所谓第一等的文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累赘，可以删掉。不能减一个字，减一个字就断掉了。它的气势就不通了。章法结构做到这样，第一等的文章。章法结构当中，你就看到思想的体系有条不紊呐。我们对于经典不能不佩服啊！中国古代的这些圣贤君子，他们的文章。用这种方法才能够真正看出人家文章之好，好在哪里，你能说得出来。现代一般人文章写得不好，不好在哪里，你也能说出来。你有科判这个眼光，你就能看出来。这科判是什么作用啊？科判是解释经的。只要科判看懂了，注解就不必要了。为什么？科判就是注解，活的注解。文字注解是死的注解，科判是活的。就是你懂得这一段，这一句的意思，你尽情去发挥。只要不立他的这个宗旨，就决定不会错误。叫活住啊！所以，什么人会讲经呢？看注解的人不会讲经，懂得科判的人会讲经。所以学经教。从哪里下手？从科判下手。过去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李老师教的就是这个方法。同学能理解、能明了的人不多。老师一生讲学，没有讲稿，就是课本。表解、大纲，他用这个东西。我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上下功夫了，所以任何地方请我讲演的时候，我都先写个大纲。大纲摆在桌子上。有条不紊，不必写讲稿啊，写讲稿是死东西啊。但是写讲稿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用这种科判方式的大纲，不识内行的人看不懂。
所以真正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难信能信，这叫善根。难行能行，这叫福德。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难行能行，难行能行。啊，结能结多少就算多少，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信跟行。啊，结是在讲呢，是帮助你信心的，不结也能信也能行，这个人善根福德深厚，必定成就。啊，换一句话说，他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那这个信跟行都难啊。信很难，行就更难了。这什么原因呢？这就讲到业障了。业障很深，自己不知道。从信与行呢，就能够把自己的业障找出来了。真有业障啊！学佛学了好多年了，还是不信啊！这个现象，我跟同学们说，这叫正常现象。为什么？你是凡夫吗？凡夫就是这样的。如果难信你能信，难信你能信，你不是凡夫了。啊，说你不是圣贤，你也是再来人，你决定不是跟一般凡夫一样。一般凡夫就是不能相信，半信半疑，不能奉行，这是一般凡夫。啊，所以底下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末法众生情之深重。情是什么？情是迷啊，换个字，迷之深重。你就好懂了，这讲话讲得客气，讲得含蓄，情就是迷啊，迷情理智，这是相对的啊。真的情执很重啊，情执很重就是迷得太深了。那个人家用的字用的好多好啊，文字用的多美，什么意思？情执太深了，迷得太重了，迷得太深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对于这一个最极圆灯啊，这是佛法里头第一法，华严法华，楞严般若都不能跟他相比。圆透了。啊，顿是什么？顿是顿证。你看这个法门，顿舍、顿悟、顿修、顿证。没有次第的，
你一生就能成就，成就无上菩提。啊，一尘了矣，是吧？这不是成佛的经典呢？啊，一尘是成佛的，不但是了矣，究竟了矣。啊，究竟方便之妙法。啊，为什么呢？它太容易了。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闻过佛法，你叫他念佛他就会老实念。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快速的成就？他具足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啊，念个三年五载啊，他真的欲知实质，他往生了，他就做佛了。啊，知识分子，一二十年才相信，不如他了，跟他比差太远了。啊，他三年五载他就做佛去了，我们这个连往生还打了问号。啊，念往生没把握，怎么能跟他相比？这些阿公阿婆对待一切人，你仔细去观察，谦虚、卑下、恭敬。而我们知识分子从什么现在呢？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学问，没有知识，说他是迷信。迷信的人成佛了，不迷信的搞六道轮回。所以不能信即翻身一棒，一是怀疑。啊，谤就是随意批评。啊，批评他是迷信，批评他愚痴，只会念佛。啊，经教什么也不懂，真会念佛，经教懂不懂没关系。啊，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全懂了。啊，我们这些自以为什么都懂得，而不肯念佛，那是真的不懂。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一生亏吃大了。啊，我们自己修行不开悟，不能得三昧，就是心不清净，什么原因自己找不到啊。还是佛菩萨慈悲，是以本品利佛见光，这给我们作证了。这一篇经文是作证传啊，此世界中二万人，
清净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本是释迦牟尼佛，以他老人家的神力，将极乐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统统看到。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看到，那是维提西夫人遭到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啊，要把父亲杀掉，他做国王，啊，母亲想尽方法保护他的父亲，怨恨他的母亲，也要把母亲杀掉。这是得力于几个大臣，这个大臣都是太子最亲近的，也是最得力的助手，劝导太子。自古以来，为了夺王位的，杀父亲的听说过，杀母亲的还没听说过。啊，所以说，如果太子要把母亲伤害了，这些人统统都走，我们要离开你。所以太子就不敢杀母亲，把母亲幽禁起来。啊，现在叫软禁。啊，不准你对外往来，一切都控制住。啊，使他再也不能帮助他的父王，他是想把他父王饿死，啊，关在像监牢狱里面一样，也是软禁，不给东西给他吃。啊，用这种手段。啊，维提西夫人遭这个大难，求释迦牟尼佛了。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皈依弟子。啊，求佛。这个念头一动，佛就知道了。啊，佛带着阿难，带着目犍连就来了，啊，来安慰他。他告诉佛，这个人世间太苦了，啊，向佛请求有没有更好的世界。他想求往生，不愿意住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把十方诸佛刹土都展现在他面前给他看。啊，佛有这个能力。我一提西夫人仔细看了之后，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好，
啊，我愿意往生到哪里去？请佛陀教给他方法，佛就给他说了这个十六观，这十六种方法，啊，就称为十六观经。十六观经缘起是怎么来的？啊，佛没有介绍给他哪个佛的世界，佛是把所有诸佛刹土展现给你，你自己选择。世尊这些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啊，手段，我们要细心体会，我们要把这套本事学会。啊，才能够像佛一样啊，广度众生，利益群品啊。啊，让你自由选择。啊，那么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这一品经里面，这是世尊跟弥陀两尊佛用他的神通道理把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拉近了，变成一体了，彼此都能看见啊，娑婆世界的人看到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边的人也看到娑婆世界，也看到释迦牟尼佛啊，彼此可以对话，可以互相问候，这真的，这不是假的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两万人，这是佛说无量寿经的人道众生的听众，啊，亲见极乐世界，亲见庄严，这见到极乐世界了，亲闻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今是今天，现在是是现在说法啊，今天就是当下了，永远没听过，唯作证明，令生真心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没有夸大所说出来的，全是事实真相，不增不减，这叫如语啊，真语实语如语当时与会的人看到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记录，一定要生信心，不能说他看到了我没看到，
他有缘，我没有这个缘。他看到了，他相信。我听到了，我看到这个记录了，我也相信。这个能信是你的善根。我看到了还怀疑，我不是亲眼见到，我还是听说的。那这个情形呢，我的善根还不足，我的福德不能现前。福德现前，你就能念。那福德没有现前，佛号念不下去。那我们就要记住，每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两万声佛号的人，有福。不能轻视他了。啊，这从事上讲啊，从理上讲，口念佛，心里头真有佛，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口里头有佛，心里头没有佛。心里面还是牵肠挂肚啊，一大堆情执那这样念佛呢，念比不念好，念念阿赖耶里头落种子，但是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个一定要知道。心里有佛，口里都不念佛，他能往生。为什么？心经在佛土经啊。啊，四相不重要，用心重要。啊，四相什么时候重要呢？帮助众生重要。众生看不到你的心，众生看到你的相，所以相的表法是利他的。心里面真有，这是自利的。当然，自利又利他，利他又自利，这是最圆满的。啊，所以这一篇经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为我们所证明，帮助我们升起正信，正信才会欢喜发愿求生，才能真干。真干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觉悟的心。什么叫觉悟？我放下娑婆世界，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就是觉悟。换一句话说，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我希望这一生我成佛去了，这是觉悟的，真正发菩提心啊。
啊，先发了之后，求生净土的方法就是那一句佛号。所以经念不念没关系。啊，经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作用在此地，我们已经信了，作用达到了，不再怀疑了，死心塌地去念这句话，经的功德就圆满了。如果还有疑惑，那个经就非常重要。啊，经帮助你放下。经帮助你觉悟，啊，破迷开悟，断疑生信，经的作用就这样八个字。啊，我不怀疑。我不迷惑了。那经要不要没关系了，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开悟之后，啊，开悟与这个没有关系，由这个缘接触到经教了，经教展开了一看，跟自己所悟的完全一样，啊。经教给你做证明，啊，你是不是真的悟了？啊，实际上讲，这是经教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我是不是真悟了？展开经一看，跟它一不一样？一样就真的。啊，不一样。我们错了，他没错。啊，如果我们错了，还要把他人照我们意思改过来，这个罪可就大了。这个罪就是狂妄自大。啊，所以经典流传下来里头确实有措辞，大家看到都是措辞，可不可以改动？不可以。那怎么办呢？在旁边加个注解，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注在旁边，原文别动它。为什么？你要动它，开这个例子，将来他看看不懂啊，他又把它改一个。啊，十个八个人都改了，这经就不像话了。就把这个经毁掉了。啊，所以王龙书的汇集本汇集得好啊。为什么后人很多人批评？他的本子还入了藏，就是因为他改动了几个字，啊，开改动几个字的例子，这个不得了啊！他改是改得好，没改错啊！啊，如果你自己翻译没问题，
你可以修改。你今天不是翻译，是汇集，汇集一定要用原文。啊，你有更好的字用说，你更让人家更容易明白，更容易理解，不行，你只能住在旁边，你不可以改动它原文。啊，这是很大的忌讳，叫防微杜渐呐。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啊，随便改动，你认为是不错。实际上你未必是对的。我说你没有开悟啊。啊，古时候翻经的人，这是李老师以前告诉我的，都是修行正果的，至少三国以上。据老师讲啊，中国人得天独厚啊。圣贤来主持翻译，不是凡人呐。凡人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圣人没有自己，没有自己，你才看到真相啊。有自己看到是假象啊。啊，真相我不懂，我以为假象是真的，把真相照我的方法来改写。都改成我的假象，这是古人所谓错下一个字的专语，堕五百世也护身。你要背因果责任，这个因果是地狱魔鬼出身。啊，这一句话也是有出处的。唐朝百丈大师，啊，百丈是第八代，六祖慧能的徒孙，啊，每一天上堂说法。禅宗不讲经，禅宗讲开示。这个开示记录下的就是语录。啊，换一句话说，用现在话说，分享修学的心得报告。啊，每一次上堂说法都有一个老人，头发胡须都是白的老人来听讲。啊，他住在后山，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他是个老狐狸。啊，修行能够变成人形来参加法会。啊，一般人不知道。白丈大师晓得。啊，他向大师提出一个疑问。啊，就是大修行人还乐不乐因果。他在过去是大法师，有个人向他请教，啊，大修行人乐不乐因果，他说不乐因果。
堕五百世也护身。啊，这狐狸有灵性啊，过去是大法师啊，修得不错啊。这一生遇到白丈。啊，白丈大师告诉他，你明天来，你把当年人家问你这个话，你在讲堂里面提出来问我。第二天来了，啊，老和尚在讲开示，他出版，跪在地下恭恭敬敬问这句话：大修仙人还乐不乐因果？白丈禅师说：不昧因果。你看，他是一个不乐因果，一个字啊，这一个字讲错了，多无本事也无神，他把它修正过来，不是不乐，是不昧因果。他的问题解决了，啊，第二天没有来了。老和尚说，昨天那个老头常常来听经的，他是个老狐狸精。他解脱了，离开狐狸身了。我们到后山去把他的尸体找来埋葬起来，照出家人的这个礼节来葬他。到后面就果然找到啊，这就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堕五百世也护身，真有这个事情啊，这不是假的。就错一个字啊！啊，不落什么？不是没有因果啊，那叫不落啊！啊，不昧什么？有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从这个。这一桩事情就晓得佛法里面不是个简单事情，不是真正开悟。怎么干呢？真正开悟也不会改动，啊，讨论有意见住在旁边，绝不改动经文。啊，这个住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悟处浅深不相同，广狭不相同。啊，佛说经是应机说法，他在什么时间因缘，什么样的对象不一样。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一部经的讲法，你看看，古来这个注子，啊，《无量寿经》，中国注解不多，只有两种。啊，《家乡书》《经言书》是中国的，日本的多，日本有三四十家了。啊，有没有错呢？没错，都说得对。啊，为什么说得对？它内容不一样呢，对象不一样。有的老师这一次讲《无量寿经》，听众是初学的人，就讲得很浅。那由这个老师他讲这部经的时候，是听众都是老修行，都很有程度的，他讲的深啊，都没讲错啊，都是什么亲自看到的，亲自进入的证入的啊。所以经
字字句句有无量意啊。你真正是开悟了，怎么讲都不错，你不会讲错的。为什么？亲眼看见的啊，没有开悟是听人家说的，道听途说，那个问题就多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呢，我亲自见到的，你还能看错吗？啊，譬如香港一天有多少观光客？啊，这些人到香港来旅游观光，回去之后告诉他的朋友，介绍香港怎样怎样，100个人介绍的时候100个样子。都对，都没错。我说他亲自看到的。那如果没有到香港来的，听这个人讲一句，听那个人讲一句，啊，他再去传播，就错误百出了。没来过嘛？那没有来过的，那就终于来过的人。啊，这就没事啊。所以一定要见性，一定要明心，明心见性，你亲自见到不错了啊！见到什么呢？见到十法界一真庄严，见到诸佛菩萨的一真果报啊！随便你怎么说都不错这个道理要懂，要明了，我们自己就不会犯错过错。啊，我们看下莲觉老居士，会一个因，最初不是会起，是教定未末生的本质。就是未圆的本子，教定啊，这个本子我们把它印出来了悟到那个地方，华藏经中学会印了1000本啊，前面有慈州法师的课本，全经一共37品。啊，那是夏莲老最初啊教定了未老的本子。啊，从五种云一本里有很多重要的他漏掉了啊，就讲取舍，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他把它补充进去，到最后觉得说这还不是办法，必须重新来回击啊，才做出这个本48品。啊，这个本子出来超过魏源居士的回籍本啊，成为无量寿经翻译汇集结教最完善的一个版本啊，那这个版本出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去再做一个会议本呢？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再做一个会议本，
能不能比这个本子更完备。夏莲老用十年的功夫，啊，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了，完成这一本这一桩好事，啊，把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啊，整体汇集成一个完善的本子，每一次宣讲的精华都在其中。那么黄念老的注解也非常了不起，急切，即大小乘一切经论，啊，对这个里头名词术语的解释，对这个义理的赞扬，啊，他都揭露下来了，又揭露一些祖师大德的著作，有些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有一些是其他经论的注解。啊，像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是观经，这就是观无量寿经经文。啊，还有许多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名词术语，啊，许许多多经论，祖师大德的解释也汇集在一起。经是汇集本，注也是汇集本。啊，经是五种经的原文，注是193种。啊，经论的注解。洋洋大观呐！啊，展开这个经卷，就走入无量寿的大观园呐，美不胜收啊！这里头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啊，你都看到了。啊，自自然然会生起信心、愿心，求生净土，老实念佛。啊，信心生不起来，有啊，你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啊，他们也很难得，都很真诚。我信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当然，头一个晓得业障重。怎么能让我生起信心？那你要晓得，信心生不起来，业障重，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迷失了自信的时间太长，啊，无量劫来迷失了。现在的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那我们信心怎么能生起来呢？烦恼的轻一点，这是功夫，这是要放下。
啊，你能放下，烦恼就轻了，智慧就长了。啊，第二个呢，经一定要多听。你为什么听不懂？如果你用古人这个方法，你就不难懂了。古人的方法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今天听我讲经听不懂，啊，为什么听不懂呢？变数不够。你是每一天都听我讲，都是囫囵吞枣，如果你听过这一堂课两个小时，你把这两个小时重复听十遍，听二十遍，听三十遍，完全不一样了。你真听懂了。啊，现在我们讲经都留着光碟，这个对现在人带来无比殊胜的因缘，古人没有啊，你怎么能听到第二遍？啊，现在这个工具是古人做梦都想不到。啊，刘素云居士的学习，他就用这方法。啊，他一天听一篇，一篇一个小时。啊，这一篇的时候要听十遍，这长时间修啊，他心是定的。一遍没听懂，两遍、三遍有一点印象。四遍五遍，哎，有一点欢喜了。六遍七遍就有点小悟出了。十遍听满了，绝对不想读。啊，明天再听第二遍，第二遍。啊，也是一天都听十遍。这一部经听完之后，从头再听，还是每一天听十遍。这种方法了，决定能叫你生起正心。你把佛法事法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自己知道怎么样选择，自己知道怎样发愿修行，你自己晓得我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那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圆满无上菩提，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祈求的一个愿望啊，真的得到圆满了。是见惑四悉檀也，四悉檀后面有。啊，这个名词叫华梵会议，在翻译的时候五种体例啊，习是中国字，华语，谈是谈诺，是梵语的音
那四种稀释普遍，谈到翻成中国话是布施，就是四种普遍的布施对象呢，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四种啊，后面会讲到。今量体甚心，旁引素见。量是两目，体是深深的体会。此地讲的神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真诚恳切，希望一切众生呢赶快成佛。这是弥陀的心啊，他有这个心，他有这个行动啊，真的加持你，帮助你啊，加持跟帮助，我常常跟大家做报告，自己要真干，自己不真干，加不上。你自己有一分真干，佛就加上一分。你有两分真干，佛就加上两分。他跟你决定是成正比的。你有多少，他加持多少。你能够接受得了啊。自己一点没有修行，完全靠佛，加不上。佛没有偏心，这个一定要知道。佛没有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加持全是相对的。佛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叫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能性现象。现象，《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怎么现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说当初，说就是没有一定的处所；说当时没有一定的时间。所谓的就在当下，就在当前。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现在我们对这个意思，对这句话意思有相当深的概念，因为我们读过世尊跟弥勒菩萨谈话，那个当下，那个当时就是弥勒菩萨所说一弹指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我们把它换算成现在人比较容易理解，一秒钟，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
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里头的一念，那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是事实真相。这个真相等于什么？等于零啊。所以般若经上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里面建立佛法。这是什么？华严经上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无障碍的法界啊！建立佛法是戒严众生的，是帮助他觉悟的啊！佛菩萨建立佛法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根本就没有起心，没有动念。那建立什么？建立皆是无建立，无建立就是建立，有无不可得，这叫妙啊，叫随缘妙用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啊，哪里有分别之处？这叫什么？自信的妙用啊！还原观上头一句，这四德头一句，随缘妙用。现象说法度众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啊！啊，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做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知道了，没做到。啊，这也就非常之难得。就像唐朝时候智者大师所说的啊，能知不能行啊，这是什么？解悟。做不到啊。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大乘经里面这些经文读的很多，能体会，能肯定，不怀疑了。啊，自己还做不到，为什么？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啊，但是肯定如来的教诲啊，这是智者大师所说能知不能行，他知的没错，佛知佛见，过知是也。这个人可以做过思啊，能说不能行啊，他的见解正确，佛知佛见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做过事，如果能知又能行，
就不是过世了，叫过饱啊，那是过饱了，过饱少啊，过世可以啊。啊，你比如过世，戒律虽然没有做到，他不反被反对戒律，赞叹戒律，持戒好啊，我还没做到啊。那绝不是我做不到，那个不好，那是邪知邪见。那是把别人都带到地狱去了。自己没做到的时候，赞叹戒定慧的时候，你把别人都带到正道啊，所以这个可以做过失啊。啊，老师是这样的心态啊，希望学生个个都在我之上。我是他的他教师，他在我之上往上升。这过失。啊，没有私心呢、啊。没有傲慢呢、啊。没有嫉妒啊。啊，希望后人都超过我，正法才能久住，啊，人民才能幸福，啊，人都像我这样糟了，我是世界上最高，其他的不如我，这世界完了，啊。这叫正念啊，正知正见，正念现前啊，自己对自己很清楚，烦恼习气中是在改，不是那么简单啊，自己功夫循序渐进再进啊，别人超过我们欢喜赞叹了啊，旁言肃经以证极乐妙有他不是说极乐真有，你要是真有啊，就有问题了。妙有，妙有什么？妙有非有。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妙有啊，你一定要知道啊！啊，很多众生我都告诉了，以为是真有啊，真有就想控制啊，就想占有啊。啊，妙有呢，妙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就像做梦一样。你对于这个境界控制的念头没有了，为什么控制不到？啊，占有的念头没有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常常要观想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你对于所有一切法不会再起心动念了，不会再执着啊，你就不容易犯过失。为什么？全是假的，自己是假的，外面境界全是假的啊。假的什么呢？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占有，你占有不到，你控制不到啊，你也没有办法支配啊，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样啊，你能够欣赏它，你掌握不了它，你占有不了它啊。现前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身体
啊，说这个我跟我所有都是假的。啊，它存在的时间要晓得，1600兆分之1秒，那是存在的时间。啊，1秒钟它已经换了多少个呢？已经换了1600兆。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啊，所以这一种相续，啊，我们以前讲相思相续，在经上也是讲相思相续。啊，确实是相思相续法。要是讲相续的话，那就是前面一个后面是完全相同，但是绝对不会有两个念头是相同啊，一个念头就是一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法界，念头有这法界就有，念头没有法界就没有了。就跟做梦一样，有这个念头梦境存在，念头没有了，忽然清醒了，梦境就没有了。啊，事实真相呢，可以说跟梦中是完全一样。你能把梦这个道理参透了，你就成佛了，就大彻大悟。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做梦晓得自己在梦中，那叫开悟了。自己做梦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那叫迷惑，迷在里头。啊，梦中觉醒过的时候，哪一天我们在事实的我也一下知道了，搞清楚了，那叫那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就这么救护过来了。啊，知道什么？知道自己在梦中。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忽然醒过来了，知道自己在梦中。那就成佛了。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就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有了，你的杂念没有了。啊，留下来的夫妻这个习气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啊，见思烦恼、尘刹烦恼的习气肯定都没有啊，所以是正极乐妙有，免堕偏空啊！啊，万法皆空啊，那个空不是无啊！那个空会现象。啊，虽现象，那个相不是真有啊，那个相叫妙有。下面他引了三部经，来做说明。第一，观经云：唯提悉于500世女，啊，宫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
广长智相啊，听佛所说的，得佛的加持，前面说过，彼此二土导师的加持啊，释迦牟尼佛的加持，阿弥陀佛的加持，见到了啊，见到极乐世界的依报，广长之相依报，得见佛身及尔菩萨，这是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正报啊，阿弥陀佛二菩萨是观音实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见光见佛见极乐世界，开悟了啊，得无生人。无生是什么？一切法不生不灭，人是肯定承认，没有怀疑啊。佛所说的啊，完全同意，没有意见，这叫无生人。一切法真的不生不灭，极乐世界十宝图的一真庄严，这个里面的住的人都已经达到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本定。六祖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所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来就不动啊，所以心不动是真心，动了呢是妄心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定，为什么定那么重要？因为定是你的本心，是你的真心。啊，定住了，真心就现前了。大乘教里面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修定的方法。方法有八万四千，定就是一个。所以佛在般若会上讲，法门平等，无有差别。那为什么通通是修定呢？先定下来了，这是一样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什么方法都能得定啊，方法手段无量无边啊，这叫无量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啊。我们用的方法的时候是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定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都是定。这有前深次第不一样。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最深的，那是自性本定。啊，不执着是小定，不分别是大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
那是明心见性。啊，那么就知道修清净心多么重要。啊，我们今天方法妙极了，就念阿弥陀佛。啊，祖师大德教给我们，把我们的心换过来。我们现在的心，情执的心。把这个心呢换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样待人接物？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佛心呐、啊。清净平等觉，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了。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也叫做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那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现在为什么把阿弥陀佛丢掉了，去胡思乱想啊，跟阿弥陀佛距离是越来越远。现在明白了，觉悟了，要把这桩事情拉近。啊，也就是我们心里面这个佛，要念念相续。啊，心里面这些情执。这些妄念要越来越远啊！你能做这种功夫，做上个一年两年，你会很欢喜。为什么？有效果，心清净了，妄念少了，烦恼轻了，智慧长了，你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古大德所说，世味哪有乏味浓，为尝到乏味了。我们今天学佛乏味没尝到啊，你所尝到的还是烦恼啊，还是分别执着啊，没尝到啊，啊，所以你不生欢喜心，那个信心、愿心发不出来，就这个道理。啊，这是没真干，啊，真干是幻心，幻心的真干就是念佛。你一天24小时佛号不中断，真换过来了。哎，念佛念得好的真是这样，越念越聪明，越念越快乐。啊，越念呢，对这个世界的真相越明白。啊，念个3年5载，说实在话，过去未来都知道了。慢慢就通了啊，眼通了天眼了，耳通了天耳啊，虚命通了，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想起来了，都记起来了啊，他心通，别人心里面想什么我都知道，虽知道并不干扰。
啊，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多了会干扰，为什么呢？你把它放在自己心里，常常去想它，它就干扰你。啊，通了之后知道不干扰，不许想它。啊，所以它不会成为障碍。啊，这才真正叫心生欢喜，叹为嗔忧，豁然大悟，啊，得无生忍。啊，五百世女啊，发菩提心，愿生彼国，有愿，当然有心。啊，真心发愿，你看，世尊希冀，皆当往生。释迦牟尼佛给他做证明，你们这五百人，决定得生净土。啊，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三昧是清净心，啊，获得像诸佛一样的现前的三昧，不是过去，不是未来的，你立刻得受用啊！这个受用是什么？受用就是智慧。三昧是定，定起作用就是智慧。啊，三昧也是我们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啊，清净平等是三昧，觉是作用，就是智慧现前。观经上说。那再看第二引用的第二个经，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应法门经，啊，这个经题上有佛说，啊，三摩地舍摩塔，楞严经上所说的三指三观，啊，也可以说它是三种的禅定。啊，舍摩他偏重在止，三摩地偏重在观。啊，禅呢是止观平等。天台、华严都是修止观。啊，华严经我们看到贤首过世的还原观，后面讲的方法五指六观，啊，三摩地是属于六观里头的一种，啊，前面加了个如幻，这就妙了。如幻是什么？事实真相。这就是说明佛法是
因缘生法，不是真的。所以《金刚经》上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舍的意思，不是说法不要了，法有，建立佛法了。啊，在无所有当中建立佛法。建立说，你不能够起心动念，你不能够分别执着，这就叫妙有。啊，你可别当真。啊，你把建立的佛法也当真了，麻烦了，那又坏了。啊，用它，用它提升自己，用它戒引众生。啊，它也不是真的，你对它别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堕落了。啊，分别执着，那堕落的更惨了，会堕落在三恶道，执着堕落三恶道。啊，分别堕落在四圣法界。啊，执着堕落在六道了。无量印，印是证明的意思。啊，中国在古代，印是证明，叫印信。啊，外国人祖先签字，中国人做人盖印。啊，印度人也重视。啊，这是个比喻。啊，无量印，无量法门来印证。或者是印证无量法门。这个经上说，十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如来会众，所有诸菩萨摩诃萨12000人，比丘20000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梵王、帝释、护世四王，这就是四大天王啊，护世四王啊，并于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是我们讲八部鬼神，叫佛门的护法神啊，现能见彼极乐世界，这些人通通都见到了。见到极乐世界是依报，接见无量光如来菩萨声闻大众围绕，这是见到真宝啊！依报真宝全见到了，光明直胜如妙高山啊，这是说释迦牟尼如来会众啊，也是讲的这部经啊，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世尊多次宣讲，所以其他经典上也有这个记载，
啊，像这一部《如幻三摩地无量应法门经》也说到，啊，都可以做此地这一段经典证明。啊，这就说明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下面第三引用的是十住啊十往生经。佛告善海会菩萨，如今因其力合掌，正身相惜，正念观阿弥陀佛窟，愿见阿弥陀佛。这是佛教大家啊，为什么佛这么说呢？佛看大家机缘成熟了，也就是说跟阿弥陀佛的缘成熟了，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啊，善海会菩萨作为当机啊，告诉他现在今是现在，应当起立合掌，正身向西，这是直方立相啊！啊，正念是一心专念啊，观心里头要观想，口念佛，心里面想着阿弥陀佛啊，想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就是极乐世界啊，愿见阿弥陀佛啊，我们念心心期望着，亲近阿弥陀佛啊，见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啊。下面这是大众啊，依教奉行啊，尔时一切大众，与会的一切大众，一切起立合掌。共观阿弥陀佛，大家都照着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去做，感应马上就通了，跟这个经上是一个道理众生有感，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旁边指导，威神加持，这个感应的力量就非常不可思议啊！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立刻就相应了，这一念就相应了，所以极尽阿弥陀佛佛果，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度，
啊，这是讲的医报。七宝，这个七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啊，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就圆满。啊，所以它不是个数字，圆满呢是无量无边呐。啊，有些我们这个世界有见过的，有些我们世界上没有啊。极乐世界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个地球上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它不是法相土啊，它是法性土啊。啊，法性跟法相不一样啊。法相是有就知的，啊，我们讲物质。它有物质，法性没有物质。这个完全不相同。啊，有物质跟没有物质它也不相妨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它不相妨碍。啊，所以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这个语言，立刻就现象。啊，语言要没有了，相立刻就消失。真正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所以看到极乐世界七宝山七宝国度，又看到水鸟树林长吐法印呢。啊，水鸟树林呢都在说法，都在念佛。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想听什么经，你听到的就是你心所想的。两个人在一起，我想听无量寿，他想听华严经，那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自己心目当中想的。啊，好像不同的频道一样，我按这个频道，你看这个频道。啊，所现的相，所听的声音，你看到是你想的，我看到是我想的，没有妨碍啊。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比国日日常转法轮，没有休息的。啊，以上见证当时印度人民，或数以百计，或数以万计，啊，亲睹极乐一真庄严。西方有世界。有阿弥陀佛，此两个有字，应声着眼了。两个有，决定是有啊，不是假的。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